大班上也是吗？大班上去。好。好，大家有听懂吗？没有。面具。全职。星星是啊，星光大道就对了。大家看到吗？啊？我要快乐。这边什么？星光大道。真的假的？上海在。天猫在。他们还没找。这些的还有，根本就不是。哎，不可以这样子。因为我们怕剧都是就抄了。那你们剧都是来这里表演的？啊，对。哎，对。Oh my god！9:05，谢谢报时器。哦，然后104刚好。哎，不是，哎，这个是多少？117啊。104。还学不学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大家干啥？干啥？干你啊！哈哈哈哈哈！没那么好笑吧？三十。好，大家还有什么？这位坐着的，后面站着的，还有控灯光的，还有那快睡着的。对啊，什么？可以说清楚。你们都很喜欢怎么样？一个人干杯好了。终于说出口，其实你早就已经不爱我。为什么？是要逃避离开我的理由。我还能做什么？你已经不爱我，我一直都爱着你，难道这还不够？我还能做什么？你在不离开我？大家都已经习惯我们这样耍赖。我一直看你那个你是我的脸。你是我的脸。你是我的脸。我有唱过这首歌。好，对对对，那时候是大家知道小港那边一直骑一直骑，中山路一直骑，有一家麦当劳，你知道吗？那边那家麦当劳之前在我们驻唱，麦当劳驻唱，我给他们吃薯条，小孩子，然后我在驻唱。那时候就是，因为看到老顾客都很生气。
那我们就去麦当劳吃饭吗？然后结果那时候我们就只是抱两个人过去，结果莫名其妙他就跟我们说，不好意思，花样乐团吗？你这边花样乐团？然后那时候我们家长还说，你不觉得这个样子很屌吗？他说，我没有看过那个样子，哎，你不觉得很屌？我说，这无所谓，因为那时候我们是做，那时候大家还小，那时候很高音。高一那时候而已，你知道多久以前了？三十几、二十好久。多了。然后那时候我们坐计程车过去了，然后我们要拿收据，我们那时候好像坐100多块吧，你跟他说我们坐200多块，然后就他就给我们那个超过的钱，然后又吃免费的麦当劳，其实还蛮爽。好，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们就一直就叫花样咯，然后我们一直想说要改名，就改到之后都不知道我们原本想要叫样。知道多样的一个名字啊，一样。他蛮瞎的。蛮瞎的是，大圈比较屌，对不对？大圈。然后，对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叫花样，真的是超好笑。你们也知道花样？知道。其实是时装哎，你们也知道吗？那你知道？这个，你是我的眼，228嘛。现在打那个 YouTube 上面还查得到。花。所以我现在给你唱了。你完蛋，我会上去替你唱的。好，反正我现在叫大卷，希望大家可以去我这边留言。然后在那个 YouTube 上面打大卷呢，应该会看到很多的影片，都是我们这些好朋友。花样都是？花样都比较多吗？都是花样少年放的。花样比较多吗？没有吗？大卷比较多。你喜欢抽？我问你。哈哈哈哈哈。去外面喝。我要听的八卷。我们要马上把 level 拉高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就之前我们去那个城市工坊啊，你们就超吵的。你们去注意哦，那个城市工坊之前人家在驻唱的时候，他们讲话都很喜欢这样。用到这边对，他们讲话都很喜欢这样。非常高兴大家来到城市工坊。真的。真的。我爱这个老师。他们都会喜欢这样，然后我们一开始想说驻唱是不是一定都要这样，然后驻唱的时候我们就这样讲，谢谢，谢谢，都没人鸟我们了，好不好？